姐姐姐姐姐房契来呀。那今天的话呢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最后一 part 的部分了啊。最后一 part 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爸爸区啊。有人跟我讲说，爸爸区这边尽量不要选 hard 的，因为爸爸区很难啊。那我们就看一下究竟有多难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目前来说，我遇到那种最难的就是即时按钮跟一大堆那种瞎鸡巴的哦。这边的话应该是还行吧。然后 girlfriend 这边好像难过哎，因为 boyfriend 这边完全感染了啊，完蛋了，完蛋啦！小扣超低耶、欸。不错哦，音乐是很好听的、啊，但难度的话应该好像还可以应付得了。目前呢、啊，他如果后面弄的话就很惨了。哎呦，爸爸这边也是全身伤口，感觉也快感染了，而且 girlfriend 那边好像也是、欸，哎，黑了。girlfriend 的声音好好听哎、欸。有点 under the tail 啊。We'll be right back.
蛮好听的啊。看一下哦，第三首应该大家都要变了吧？然后变了之后就很嗨之类的，看一下哦，好像又没有回应了耶！不要啊，不要每次感染都直接把程式用到爆炸、哦！啊，有了！哇，这首歌七分钟啊，要求。不用打不用打吗？这么爽的吗？听歌喽，听歌喽！不是，最后一首歌七分多钟好猛有。这边才刚开始啊，哎呦，大家都变了哦。他们好像恢复正常他们就是变那个红眼模式哦，这应该是所有感染的人跟他们对战哦。哎，他的血量都升不上去哎！换了。待会应该也会操控那个吧，他老婆，还有那个 girlfriend 的妈妈。扣血拉得很快妈妈来了，女友这边哭了真的这边我觉得是快到有点难啊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扣血扣很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难度是在于就是在那个他扣血扣太快了。哇哦，刚刚 girlfriend 一点。的样子因为他妈来了，好猛哦！这首歌我觉得偏难哦，确实有难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那种即时的都还不错，只是他这边拉血量拉太快了。
他这边就故意会让你那个血快要没有。有变酷酷，哇，爸爸能力也退化了。要被感染了，呜呜呜。爸爸感觉越唱越没力了，完了完了。
他们也变了，不，你们不是最后的防线吗？哇，全都变了。不过他还有很多那个就是隐藏歌曲，这个我们明天再来看一下好了，因为目前来说的话，还有很多非常那个隐藏歌曲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究竟有哪一些隐藏歌曲哦。哇，这个模组真的蛮恐怖的耶。啊哦。